穿越欧洲大陆，阿尔卑斯山，从日内瓦湖到多瑙河，如同地球送给人类的礼物，许诺了雪山、湖泊、森林和文明。环绕在阿尔卑斯山脉中心，奥地利城市繁盛，树木安静，又从不缺少惊险的尖峰时刻。人类热衷挑战自我，站在海拔3000米峰顶，岩石峰顶陡峭，世界黑白相间，暴雪中闪耀着007的舞台。老城堡，大皇宫，古教堂，热热闹闹的世纪，我们从人间烟火中采集秘密中的秘密。一路从亚洲走来，一路向欧洲深处走去。如果你在，多好。